那这次小文的小品文的鉴赏会啊，我们几位评审当然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不太一样的意见，还是我们会取得一个共识。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今年的那个小文跟小品文奖的得主，基本上都在七年级、八年级，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真正是所谓的后浪推前浪，那么林中山文学奖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鼓励这些年轻人能够更多的在文坛上能够崭露头角，而这些人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的曾经得过林中山文学奖的作者，那么都在文坛上创作非常丰富，这是可能是我们认为最可惜的。